非常鼓励民进党一定要派王世坚跟简淑培出来选嘛，这样才能够凸显民进党的价，台湾价值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鼓吹民进党柯黑大将选立委，话说得很酸，也被解读是帮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挂上柯黑牌子，让党在考虑柯文哲因素之后，直接失去被提名资格。对了，确实他们在对待简淑培，我是看门不下去。柯文哲讲台湾价值，我觉得很恶烂呐。柯文哲心目中的台湾价值，就是很简单四个字：归顺中共嘛。谈起柯文哲，王世坚炮火凶猛，尤其是为了民众党的立委选情，北市府副发言人学姐黄静莹也可能投入立委选举，成了柯文哲手中的一颗棋子。我跟黄静莹说，你要弃暗投明，他越认真，我认为他的作为，这叫助纣为虐。弃暗投明之后，接着弃暗投明。按你这样讲，全民进党每个区都有提名，那我们在哪个地方提名都变成是要，不一定，有可能会拉到国民党的，他怎么那么没有自信？头号柯黑王世坚对柯文哲子弟兵新战喊话，会有效果吗？我知道他有听进去的，因为他给我一个蛮会心的这种一抹浅浅的这种微笑，这是来自野兽对美女的期许。想起学姐的浅笑，王世坚一脸羞涩。学姐的魅力果真超越党派，也难怪柯文哲要利用学姐的高人气展开抢票大作战。黄云春、宋君瑜、张元春台北报道。